我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，那小子他当着我的面，他在拆他新拿到的包裹，我在心里想说，天哪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已经是，是 OK。您在鱼市场已经卖冰13年了。你讲得好顺哦。非常老实说，我对这两个人一开始的时候都非常非常不熟，甚至会有一点反感，尤其是吴建豪。我第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在他们公司，就是我去跟他讲下一站的故事，然后跟任光熙这个角色，那小子他当着我的面，我们在会议桌上聊天哦，我在跟他讲故事哦，你知道他手上在干嘛？他在拆他新拿到的包裹，而且是他新买，就是人家寄来给他的球鞋。然后我就一边讲，我就看着他眼睛，可是他都没有在看我，他在看他的球鞋。我就心想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办法100%投入在里面，然后真的他们我一听到5-4-3-2-1的时候，我心就开始跳快，5-4-3-2，因为我不熟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后来也有跟三立他们开会，我们就把 Vanessa 找来，我们就关在小房间里面，非常开诚布公的聊了这件事情。我后来才知道 Vanessa 当初的想法是，你们就把我换掉吧。那时候我们在刚开拍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大讨论。那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在想说，请你把我换掉，你把我换掉，我会没关系，我会 OK。不是我会没关系，可是我其实还蛮想被换掉，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感受还蛮大的压力。可是他们也没讲，我也不敢提。到最后我就咬着牙齿，然后就继续拍。第一天拍的时候，第一天回家我就掉眼泪，我想说完蛋了，我真的没想到。吴建豪中文这么差，因为台词真的很多。然后我这能算是我在台湾第一次拍一个偶像剧当男主角，之前都是客串，要不然就是五集而已。可是这是整个从头到尾，所以台词就非常的多。然后又更何况是要演一个律师，那专业专业的那种台词是就是很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整个人吓到，然后真的想要落泪之类的。Oh my god。从这边哦，然后这边，然后这边，等一下还没停哦，红不乱到底哦，我不会讲中文呢。这样子其实我需要化妆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想死。我现在就是会骂我看得懂的字，所以像现在就是这些都是我看得懂嘛。然后看不懂的就是没有骂，那没骂的话我就是需要再去写一下拼音。凋零在1/4，凋零是什么？我都凋零就是花掉，卸掉，那不能讲卸掉吗？啊，哎、欸，有跳蚤，上手啊！你可以跟狗玩，它在那边背台词。啊，因为我们学的是中文，中文已经国际化，外国人要背中文，我们中国人不用学。谁叫他演一个律师？什么不演一个律师？疯了吧他？而且他都是用拼音，你看到没有？画 ，H W A 画面 ，chair， 背 ，bang， 什么鬼？怎样的中文永远不会好？什么勾引、援交等等，都是在一张，我的当事人根本就是受害者。
是一个栽赃，栽赃就是嫁祸给他。同学，你嘉华太狂了，他来不及写、啊。就是嫁祸给他。人家在那边很认真的弄你。没有，我是让他讲太快了，听不懂啊。他看不懂国字，他国字大概就是那个程度，应该只有小学生而已吧，我想。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发音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断句。那因为他根本就不懂意思，所以他讲话不会有抑扬顿挫。对，然后我在心里想说，哇，这下子该怎么办？接下来的戏又有法庭戏，又有什么的，他还是个律师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真的整天都很抓，就是我除了要拍戏之外，我其实最大就最担心的人就是吴建豪。怕很多话，毕竟我找律师来就帮我讲话的，花钱找律师比较大。对呀、啊，哦，原来 murmur 你在 murmur。我一直以为他的腔调没有那么严重，可是后来真正开拍之后，我才发现其实真的很严重。我想说的是，他用他的方式保护自己，他要顾全每一个人的感受。他，我要顾全权，顾全，为了他小阿姨，所以姑息周静才的寄语。呼吸，顾全呼吸。比如说，支吃湿支跟支吃湿支，他会分不清楚。然后，昂的音啊，嗯的音啊，他其实都很不好发，或者发的时候会洋腔洋调的，怪里怪气的。你美金有事？是。哎呦呦可以让你放，放下。好，那也面条不一样。你美金鱼，你在鱼市场已经卖过13年了。哎，讲得好顺哦。哈哈哈哈哈。边跳边讲比较顺哎。我通常是边跳边唱啊。怎么办？那么，请你详细陈述。卡，我们再一个哈。卡，他，我们再一个。我每次拍到他，我都会很紧张，就是我不知道他台词到底 O 不 OK， 然后意思懂不懂。愤怒型的强暴犯通常有酗酒习惯，愤世嫉俗，常借由各种伤害行为或言语来侵犯被害者，而权力性的攻击，进而成为攻击现场的加害人，而权力性的犯案动机是想借由各种犯案。常借有各种伤害行为或言语来侵犯被害者，而权力性的加害，进而成为攻击性强的加害人，而权力性的犯案动机是想借有犯案。fuck， 妨害性自主。愤怒型的强暴犯通常有酗酒习惯，愤世嫉俗，常借有各种伤害行为或言语来侵犯被害者，而权力性的犯案动机。啊！愤怒型的强暴犯通常有酗酒习惯，愤世嫉俗，常借有各种伤害行为或言语来侵犯被害者，而权力性的攻击。Oh my goodness, what the flip is wrong?那天其实大家都很紧张，很紧。可是我是跟他说，我都跟他说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。因为你知道我会拍很多镜头，光你这一段话，我就会用3-4个镜位。因为那样我不可能一次到底嘛，因为不好看啊。我一定多拍几个镜位。所以你真的只要讲到这个逗点就好了，我们一次就只讲到这个逗点，你不要压力那么大，一次就讲好一句就好了。我会去拍他的肩膀，跟他说没有关系。真的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再那么用力，或者你不要再陷在那个情绪里面，因为只有你出去走一走，或者是你去祷告一下，或者是你大叫几声都没有关系，就是不要窝在那里，因为窝在那里没有用。是想借酒方便现实。
去尿尿或大便。对啊。我觉得就是不停的练习。那我觉得。我觉得就很像小孩子讲话一样，小孩子都会学大人讲话，那就是我讲一次，然后他重复就会变得很标准。大家看，影片的第一招，昙花是完全凋谢，凋谢，凋谢，昙花已经完全谢了，但第二招，昙花只是个完全盛开。影片的第一招，昙花是完全谢了。第三章只卸了一半，昙花不可能卸了又开，所以影片的正确顺序是周进彩什么什么拿什么什么哈，金钱胁迫梁慕成侵犯未遂，金钱胁迫梁慕成，影片的正确顺序是周进彩拿钱胁迫梁慕成侵犯未遂。卸了一半，昙花不可能卸了又开。影片的正确顺序是周进彩拿钱侵犯未遂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昙花不可能卸了又开，所以这张影片的正确顺序是周进彩用金钱胁迫梁慕成侵犯未遂。我的爸爸，什么勾引援交？什么勾引援交？所以这张影片的正确顺序是周进彩用金钱胁迫梁慕成侵犯未遂，什么勾引援交等等都是在招，我的当事人根本就是受害者。